你什么档次？跟我一个单位。你说我什么档次？你注意跟老子说话的态度。你是不是不想要晚饭？你是不是不想要饭碗了？快拿过来！比比划划的，当心我投诉你啊！你以为谁都能穿这双衣裳吗？啊！你再这样，我不喂你了啊！你不喂一个试试？我吃你鞋上，你想不想？有这么对饲养员的吗？谁要睡你想领么数吗？我一动不拆也问题不大。你想半辈子都吃不上饭吗？老子数到三，拿出小饼干。你标一个绝活，我给你吃。你配吗？你到底喂不喂？不喂出去！你不好好喂，有的是让喂。什么档次？给我提鞋我都不要。我可是国宝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是管国宝的，你说我算什么？我生气了啊！哼，我要找院长评理去。一片面包喂了一下午都没喂完，刚才还差点踩到了我的靴子。我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样的气，你别指我，我让你别指我，出去！这个样子不适合你，你出去养蚂蚁去吧。戴个破眼镜，看着王子彪彪，办了什么事儿？哼，气死我了！插块油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希望你懂得珍惜，拿出手里的面包，要不然我早吃你一家。我真的好饿呀！老头，你慢点吃，注意点香香。红两家都掉碗里了。哎，姊妹，你吃过了吗？要不一起长点儿？管他干什么？花钱过来的。不太好吧？有啥不好的？人家就是做这个的。哼，但凡知道你们家这么多鸡仔，这个月嫂我指定是不会当的。这鸡崽子也真是的，一点边界感都没有吗？都钻进来干啥？吃奶啊？你态度好一点哦。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像不像我打135投诉你啊？咱们是有合同的，姊妹，懂吗？老婆，你态度好一点嘛，都不容易。你给我闭嘴！没抢月嫂之前，这些鸡仔也不都是我带的吗？姊妹，你别跟他有半见识，他就这么个鸡，刀子嘴刀子响。反正咱们就慢慢处，处不好了，你自己找鸳鸯。一只羊也是干，一群羊也是干，你就多费点心吧。我操，不是一家人不讲家门呀！亲爱的，自从有了这个月嫂，咱俩的世界瞬间强强了。那可不，钱花在哪哪好。要不晚上也让他带呗？带谁？带你啊？带娃娃娃，带我做啥？我这么大。嘿嘿嘿，你干嘛呢？洗菜呢？老头啊，老头啊！我突然感觉这家伙不太放心。这不正哄叫叫呢吗？这是哄叫叫吗？我好担心他挖我一口一个小鸡仔。不会吧？快数数数数，咱们这12个小鸡仔都是有数的。但凡13个。是吗？13个？啊，但凡这13个小鸡仔少一只，我喂你死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够的够的，娃娃都睡着了。睡着了？那咱俩干点别的呗。走吧，再整一窝去。啊？你脑子里就没有别的事情吗？那你要不也去睡一会儿，我在这儿陪着孩子。你脑子里想什么我不知道吗？到那边去。哎，总得干点啥吧。要不咱俩探讨一下鸡毛同笼的问题？快拉倒吧，你那个脑子能算得了那些问题啊？那干啥呀？还是长一窝吧。啊？走吧走吧。嗯？是谁在叽里呱啦？这不是猪带兔了吗？我瞧瞧，这是哪个不长眼？我丢！他吹着空调，这有点大呀。哇哇哇哦！我个大聪明，这是发现了什么？一口水井哇！话不多说，整个小漩涡。且慢，大耳贼，没看到这里有人吗？哦，你是谁？我是这儿的警长。哦，咋样？我先整上一罐子。你讲我同意了吗？就喝水。哼，我就喝。啊，不讲整了一罐子，我上次还叫剩余的半罐子吃到了地上，咋样？你有脾气吗，老师傅啊？这是我的水井，想喝水得交钱。哦，你这水多少钱一家？2块钱一家。我操，你这井儿要是拿井做的？你看看这旱季哪有水了？这都是井号的水，你嫌贵我还嫌贵了。旁边有不要钱的了，你去喝呀，拉不稀你。你这水保贴吗？啊，我刚才那一罐子可是没尝出贴味来，所以我准备再抽上一罐子，就这样，轻轻的插进去。嗯，不是很甜，再尝尝。你有完没完？有完没完？鸡罐子了。嗯，你吓我一跳。你这水跟臭水沟里的水也没啥区别呀。废话，这就是从臭水沟里抽出来的。嗯，我噗！你这老师傅这怎么坏？站住！闹得我喝点臭水还有点放不开。越说越气，站住！丢，抱歉，我回来晚了。回来晚了？嘿，我亲，做一只两头羊，我回来晚咋了？你说咋了？啊，一点面子都不给费。你等着，等着。大哥又要起。嗯。二哥这边有上酸吗？好像有点厉害。我感觉大哥在蓄力。够呛，这别话我好像在哪见过。哦，闪电五月饼，完蛋，被冻跌起来了。大哥咋不换水呢？哪有时间换水？你看看这功夫，看着都疼。大哥也不跑。出门就是给我往哪跑。
我总感觉大哥在憋个很着。哎，鼻子要是不断，这就够呛。啊，不会吧？大哥在我心目中可是勇士般的存在呀。天子都疼。要不咱们上去保一把吧？要去你去，我怕被扯。这么多药，他能撑得过来吗？我们要团结，别做沉默的羔羊好吗？上吧，二哥。上什么上？你看看大哥，都快被扯成陀螺了。那我们能做点什么？给大哥记着点数吧。六九、七四、七一、七二、七三，大哥你感觉咋样？良好。那你要不过去再来请别人，碰上弟兄们好记。我看就没那个必要了吧。